刚才这周院唱啊，周院小时候做科呀、啊，是唱《唐山闹腾大鼓》出身，啊，跟那个赵凤来老师都很熟。后来就是上学了，改唱单弦儿。那天演出，赵老太太还说了啊，那闹腾大鼓再吃起来，再唱一段啊，对不对啊？找个反串专场，让周院老师唱一唱啊，是个乐趣。嗯，哎，摆上主架了，就一看这形势变了。要给您唱一段京韵大啊，三位前师呢，我们介绍一下啊，孔祥熙、鲍丽、袁平。这位朋友见见。那么要演唱的演员呢，您各位都熟悉，常听相声人都知道啊，他的名叫王浩辰。哎，这位掌声就发现王浩辰今天花了钱了。王浩辰本身是说相声的，是我们这儿高峰老师的徒弟，啊，高老师好多徒弟，排第一的就是王浩辰，所以后台管他叫大郎，啊，以后您见大郎，您就说那个不要吧。大郎又说相声，又唱快板，又唱大鼓，这孩子条件不错，啊，好多小姑娘都特别喜欢他，啊，这些个无知少女，嗯，来吧。掌声有请王浩辰演唱京韵大鼓《探晴雯》。我喝完药上来了。闲话不多说，志志诚诚给您唱上这段白派的京韵大鼓《探晴雯》。
手拉宝玉一旁。
天涯，阴阴长换了两三声。
要钱还再来生，这情门口含语之三零对，各知之指甲刻下掌中情，痛呆呆全讲死物与君赠，算情门为死的前生一般同，写字时啊翻着长言书本对，白水相随笔一墨中，这家人画到痛肠。双银庆言芳心一动就改变心容，苏醒板上真二目，泪珠儿滴落在枕上点点红。赵玉忙取银炮消灾斩，咬牙说卿卿你不必过伤情啊，人禀说七情沐浴谁能无病啊，退服在调养中何体字，这情门明知宝玉是宽心的话，低头儿他有权留两位半晌说二爷呀，你抽进奴家来做一做吧，情门回首不消停，忙将绣高轻脱下，此衣服与郎君对换做高行，奴和你今生虽未同心体，也总算昼夜贴身似妾人。赵玉惨惨兮兮的悲欢伤，不听得门外有人声，原来是情门的嫂嫂回家转，月儿也不